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就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我，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的爱意降落。下午的两点钟过后来了，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台湾小学生们最讨厌的职业，现在会不会在听广播？大家也都在想说，他们讨厌什么？会讨厌到我吗？那我先替这些职业打个预防针，我怕就是有正在这些职业的人收听不舒服，是不是？对，我觉得。当然，做这个调查结束之后，他有说这些职业真的是小朋友比较接触不到，所以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想象，然后就觉得难以理解。接触不到哦，就是你说什么酒店公关？
盘子下面收小费收很快，啪什么？哦，我说的不是那一种啊，不然你是说哪一种？比较像什么皮条客那种拉人去做酒店经济？我没有在说一些就是你知道比较灰色地带的，真的都是职业，就是或是他们觉得比较辛苦，所以他们不想做。那些也是职业啊，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又失言了？那些也是职业啊，刚刚那个、啊，人肉也是钱呐、啊，我情绪劳动啊。刚刚那个我就不觉得是失言，那个真的很暧昧，那个真的你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可怕的故事的这些电影都看得到，或是我想想，除毛师，除毛除念师还是除毛？除毛就是哦，蜜蜡除毛，对，哇，他们应该没有想到这么细的行业，或是那一块就会被归在美容产业，有没有可能？因为那个真的是很细项，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调查，不会说你想当什么运动员，我就是想当运动员。因为我昨天才在 Thread 上面看到一个很夸张的，就那种除毛的都市传说。我没办法在这边说，一定是色的，因为就在讲色的。我没办法在这边说。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职业前十名哦，第十名。好好好，我长大了，我不要当神职人员哦，我不要当宗教的从业人员、這個、我不要、这个就是男女混在一起是不是？对，这、就是一起调查的神职人员啊、修女、神父、牧师、和尚、尼姑，鸡童。鸡童是这个职业吗？哦，鸡童大部分都是兼职的吧，比较少哦。还有庙工、庙祝，还有什么解签的那一种，反正就是跟宗教相关的，先选立行教嘛，就小学生第十名，我不要当神职人员。小学生我支持你。第九名很怪哦，是吗？第九名想说这不是叔叔阿姨那个年代大家很想当的吗？真的吗？现在小朋友都不想当啦。我们那个年代想当，现在不想当。有时候广告还会放进去、广告会放进去？广告有吗？我好像有这样的印象。消防员。No, 警察 No, 我们小时候想当军人 No, 小时候会有些很梦幻的行业啊，梦幻，你说空服员，机师，有一点那个方向去了，再高一点，再你说飞的再高一点，火太空人，答对了，哇，我不要当太空人，为什么？对，为什么？这不是这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的时候。都要当太空人、要当我要搭火箭，你要去一个太空漫游、然后小时候你还会穿那个白白泡泡的衣服去 cosplay 之类的。对耶，哇，二十年后的小朋友跟我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这个就不会有访问什么七岁的小美说、我觉得就是不会有他那个问卷调查的心得。我们只有数据，我们没有直化的调查。对，第八名，爸爸，我长大了，我不要当建筑师。都是我们小时候想，对啊，这都是我们小时候想当的耶。很怪为什么啊？不想要如果陶朱影园是你设计的，101是你设计的，美术馆是你那些蓝图都是你弄的，不觉得很酷吗？他们是不是访问到太空人跟建筑师的孩子啊？就是发现自己的爸妈其实很苦，所以我不想要当，是这样吗？就是我不懂蛮妙的对啊，要到第七名了吗？第七名，第七名，爸爸妈妈长大了，我不想当那个养殖业者，就是畜牧的，那的确很辛苦，那个真的很苦，会臭臭，第六名。台湾小学生长大，我不想当医生。刚刚明明女生的第四名还是第五名？他们的第五名都是医师，女生的第五名是医师啊，可是不想当的，男生的第五名也是医师啊，也很高。然后不想当第六名也是医师。这个问卷他们访问是同一群小朋友吗？不然呢？会不会访问可能就只有十个人？就访问人很少啊，所以他在第五名跟第六名、你十个人的调查你也拿出来说嘴。哎，台湾人你很难讲哦，台湾人水准真的是哦。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也都不想当医师。这个我可以理解。很小就会不想当医师，你说因为受到我常去看医师，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感觉吗？对不起，我刚刚用很大人的方式在想了。想说工时很长，然后对，就是很辛苦，然后要冒着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告，然后你整辈子就毁了的那个医疗纠纷的风险。我觉得医师最严重、最大的风险应该是这个啦，就是被病患用缠上这个字吗？就是
当然就是我的家人有很多的苦啦，他就是我的家人走了，我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愤怒，然后最简单的愤怒就是我责怪你，嗯，对，然后再来有时候也有可能真的是疏忽啊，然后也有可能是不是你的疏忽，可是那个职责或是那个过失会一起连带就是加在你这边，嗯，对，那你这辈子其实就拜拜了，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我只是单纯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每次去诊所看到那些医师，就觉得我长大我不要成为像你这样的人。哦，你都拿钻子钻我牙齿，没错，你都不会给人，你都也不给我贴纸，什么都不给，你这人最讨厌了，你最好讨厌啊。哦，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去看医生，所以就连带的讨厌这个环境的所有人。不然我想不出为什么不喜欢医师的原因是什么。也是，就是想要当医生的是觉得可以救人一命很赞，嗯，然后不想要当的也许就是不想去看医生吧。嗯，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初的梦想》。有一道墙在等着我，怎么都跨不过，哭也没有用，我以为我要再一次输给了我，没有人等候，我怎么可以就忍受就这样被抛在最后。走，时间在走，无法掌握，像一颗变化就不变的是我，还在等着完美的时刻出手，怕无限划过，我终于感觉到穿过手中的震动。你告诉我要记住每一次失落，黑板上刻画的梦，擦不掉的痕迹中依然残留能量不灭的冲动。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超越自己的过往，也许他们笑着，也许都不值得，但故事还没结束呢。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到达最远的远方，也许我只剩下一个人，至少有一片星空还能仰望。现在走，无法掌握，像一颗变化球，不懂的是我，还在等着完美的时刻出手，抛物线划过，我终于感觉到穿过手中的震动。你告诉我要记住每一次失落，黑板上刻画的梦，擦不掉的痕迹中依然残留能量不灭冲动。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超越自己的过往，也许他们笑着，也许都不值得，但故事还没结束呢。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到达最远，带着小小的梦想，一步一步超越自己的过往，也许他们笑着，也许都不记得，但故事还没结束呢。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到达最远的远方，也许我只剩下一个，至少有一片星空，也许我只剩
上班，我想睡到下午一点半，过了这么久怎么才礼拜三？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上班，我想睡到下午一点半，过了这么久怎么才礼拜三？我忙到睡过头上班，没时间来不及打卡，我挥霍青春为了几个臭钱，我真心需要大把，我好怕没饭吃，我讲话要三思，有太多的但是我又忘记了三次，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会要开，这么难的日子要过，导演你要怎么拍，这么多要命的工作超时，想要把我给追回，抬头看中超时，一切都是为了薪水，有多少的不甘愿不敢说，总有点受医院，我没法加班只想下班，能不能完成我小心愿，肚子饿了对不起，我不想每天吃超商，又忘记拿筷子了，薯条也没有反起家家家家，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上班，我想睡到下午一点半，过了这么久怎么才礼拜三？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上班，我想睡到下午一点半，过了这么久怎么才礼拜三？闹钟响起了，我该去上班，小睡片刻真的起床好难，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在梦里，怕再抄下去大家得参加我葬礼，我不想排队等电梯，不想面对午休的人群，不想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时间滴答滴，能有什么梦想，只有不上班的愿望，前方没有一点希望，其实我就是个智障，什么钱都扣，什么钱都扣，扣到最后你就是个 Mr. Cole， 虾米龙后虾米龙后，让我下班吧，我就是职业怠惰。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不上班。各位上班族们，欢迎回到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刚刚听完了阿达的歌之后，我们在听的是台湾的小学生们，他们最不想当的职业前十名，我们刚刚已经从第十名讲到了第六名，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前五名了。各位上班族们也可以想想，虽然现在我们都已经在上班了，都已经长大了，但你有没有排名，比如说前十前五，你是真的很不想做的工作呢？第五名，小学生最不喜欢的职业，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不要当保姆。哦，我觉得这个职业好精准哦。现在他们为什么会接触到啊？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啊？或是他会有弟弟妹妹看到他们被送去给保姆带，或那个感觉嘛？但我以为保姆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如果就是以小朋友世界来看，我去那边跟他玩，他会顾我，给我点心吃，然后让我睡觉，帮我盖被被啊等等之类的。哦，你现在想的小朋友好像都太小了吧？哦，因为他们是小学生啊。小六其实是很大人，小六很大人的。你看保姆正不正？小六男生已经会到这样了吗？小六男生已经会这样了。小六，但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个小学是几岁到几岁了。也有可能就像你说，就是十位自己讲完之后，多少人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调查完还自己拍了一个现代版洞洞，拍完就走。好，到第四名呢，一样跟建筑相关的，可是是建筑业的师傅。小学生不喜欢做土木水电相关的工作。我们这未来是不是这个师傅这个职缺只会越来越少啊？可是这真的是在未来
最有前途跟前景的工作、欸、因为现在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然后机器人可以取代很多东西。AI 不能帮我看为什么马桶堵住啊，对，为什么水管不通，这种技术的目前是做不到的。好像也是未来最 我自己觉得是蛮吃香的一种行业。比如说什么修车啊，然后做木工啊，然后泥水匠啊。我觉得这种有自己的靠自己的双手可以做出东西来的人，就是 AI 没办法。我现在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做出一个网站，做出一个程式，那个 AI 都可以做到。对啊，就是工程师这件事情是相较之下是比较容易被取代的。你只要跟你的岳父借一点钱，买几个膨胀螺丝，把它钻进去就可以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是完全没有看那个影片？这什么？这什么啊？反正就是我最近很着迷看一个很垃圾的影片。什么啊？这什么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卖什么。他的影片啊，真的有毒，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他可能做了1000支，都是一模一样的影片，然后都是动画呈现。就比如说欧马克什么赚了一辈子的钱，终于买了一个房，这个房没想到只有几坪大，就是非常非常小，该怎么办呢？有一双儿女都住进来了，首先他必须要先这样做，就是会做那个3D 的图，就是说在这边架几个板子，放个软垫，头旁边放什么。不碰头，因为它有很多大陆的那种会叠字、对叠字跟押韵的那个语、然后再装一些窗帘，就是睡起来非常可靠，就是他会把那个房子改造的非常的，反正不可能不合理、但是你就是会一直看他改造房子，一间又一间，一间又一间，一间又一间，他怎么盖，怎么挂衣服，怎么放那个床，那个什么床包袜子、我已经跟了那一个大壮参观了，是什么？就是里面很常出现主角、大壮挣了一辈子的钱，买了一块一小块房间。你已经沉浸在那个世界，你不想解释给不认识的人、我跟你说，反正你只要搜寻什么膨胀螺丝，因为他每一集都会出现那个螺丝，要把那个板子钻上去，永远都是跟他岳父借几毛钱钻几个螺丝就开始了。然后因为他的3D 动画做得很。我真的分不清楚他是做的粗糙还是精致，因为他的比如说什么现在三个小孩挤一间房该怎么办呢，小孩没事就在打架，然后那三个动画小将就是打来打去，就是他可以做的很好，他又不好好的把它做完，就什么事情都做一半。那个影片我每天现在睡前我都会跟他一起参观三间房子，我觉得非常的可怕，可是目前我戒不掉啊。我劝你不要看，真假的，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不要随便靠近。好，好，到了小学生不喜欢的职业第三名，其实第三名这个职业甚至没有什么机会出现在我周遭。巡山员，怎么会知道这个职业、所以我就很好奇，他这个问卷调查，他里面到底是一定只有10个人啦，其中一个爸妈是巡山员啦。我最讨厌当巡山员，对啊，因为我都要陪我爸妈去。怎么可能？山哪一个单位做出来的啊？访问了几个孩子啦？好，第二名小学生不喜欢的就是农夫哦，不想要种稻啊，不想要种那些。第一名可以直接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他会说可能不喜欢这些职业，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很少接触。第二名是农夫，第一名就是不想当渔夫。所以你看他把渔夫跟农夫放在一起，就是他下面也有写说可能有一些很简单问小朋友不喜欢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没有兴趣是最大宗，觉得无聊不想做。第二个就是觉得工作辛苦我不想做。人都是很怕辛苦，可是你们想要当运动员，你们以为运动员有比农夫渔夫轻松？我可以一直练球。想太多了吧，不许你扼杀我们的梦想。我们把自由都交给彼此，坚持着谁没想过糟蹋它，我们把白日梦一连成一线，看着它。谁想过路那么长？
嘲笑着悲伤，在为彼此一个梦，好让回家的路更短。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的《白日梦》。我一直呢都还停留在前几年，就是小学生，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都觉得我长大以后我要当 YouTuber， 啊，对对对，我要当网红。嗯，说到 YouTuber 呢，上个礼拜呢，我才看到了全球最强 YouTuber， 就是 Mr. Beast。嗯，他又做了一个企划啊，这次的企划呢，他是找来了好像是四五十个跟他一样的 YouTuber。嗯。然后这一些人呢，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跟他一样的意思是，就是厉害的 YouTuber，嗯，订阅数很高的 YouTuber，嗯，然后有全球，有印度来的、英国来的、澳洲来的，然后飞很远的地方来的、法国来的等等的，然后关在那个房间。他其实做这个做了很多次了，嗯，就是你把譬如说100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嗯，然后要撑，就是撑到最后一个还留下来的，他可以拿走奖金$100,000。嗯。哇，$100,000哎，他自己提供啊，对啊，对啊，对啊，或有时候可能是50万，嗯，然后这个计划已经多到我觉得你的钱哪里来？嗯，那 Mr. Beast 之前在访问的时候，他都说他在 YouTube 赚到的每一分钱，他都会投入下一支影片，就是我一赚到钱我就投进去，我一赚到钱就投进去，他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要增长财富或是干嘛的。那他在今年的7月10号呢，又创下一个人类的历史记录啦，他的 YouTube 订阅人数飙破了3亿，哇塞！而他现在只有26岁，他是全球最赚钱的 YouTuber。2023年呢，富比士公布了这个全球50大的顶尖创作者的名单，他就是第一名。嗯，统计他一年净赚美金5400万。嗯，然后这一个数字啊，折合台币是17.6亿。嗯，但是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根本不够他花。嗯，因为如果你有在看他的频道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很长，一下就送出100万，一下就送出100万。嗯，5400万他只能送几次啊？嗯，对啊，一下就送完了耶。他刚刚不说他净赚是不是？对啊，对啊，是不是把那些都扣掉？哦，成本扣掉，就是他可以一直进入他的账户里面，还有这么多钱。哦，他一开始是13岁的时候开始做 YouTube 频道，嗯，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哦，我要当个 YouTuber。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 YouTuber 没有在那个榜上的原因，就是 YouTube 在走下坡了吧？嗯，是吧？就是有其他的平台，或是小朋友已经没有这么的风靡了，嗯，这么的爱 YouTube。他一开始是做电玩解说的影片，然后呢，直到2017年，他花了40个小时，从一数到10万，1、2，对，3，对，4，对，就这样念到10万，对，嗯，就这样子打出了名气，莫名其妙打出名气。接下来他彻底爆红的是，有一次他收到了广告主投资$10,000，他就把这笔钱全部送给一名流浪汉，嗯，然后对方非常非常激动，嗯，他把这个东西也录下来，所以就更爆红这样子，嗯。那之前大家还记得鱿鱼游戏吗？嗯 ，Mr. Beast 也就拍了一个真人版现实生活，他打造了一个现实生活的鱿鱼游戏，嗯，是不是那时候很多人要去报名啊？对啊，嗯，对啊。哎，你说要报名的应该是真的鱿鱼游戏吧？我是真的，不是 YouTuber 办的。YouTuber 办的好像他甄选都没有甄选到我们这边来，欸，因为像我说，我上礼拜看那个，啊，很多很厉害的 YouTubers， 然后被关在那个小房间，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挑战嘛，比如说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来你出来投篮，如果你投进了的话，我就送给你的粉丝一台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就是最新的那个很像那个皮卡车的那个很有科技感未来感那个，如果你没投进的话，对不起，你就出局了，淘汰，嗯，你就淘汰这样子，根本就没有逻辑啊，而且没有损失，其实你就离开啦。哦，对对对，啊，这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啊，对，这东西本来不是你的，可是你有机会可以得到$100,000啊，哇，嗯，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些人，因为有些是篮球 YouTuber 嘛，他说，啊，这个我一定要挑战，因为就算压力很大，可是我是篮球 YouTuber， 你怎么可能不上去挑战？那，他们还是有点迟疑，然后就投进，然后就会看到他们的粉丝超级开心啊 ，Love you，I love you， 又不是注定他拿到很 drama 的东西。嗯，然后这一个比赛呢，最后
得到冠军的那一个，我就特别去看一下，就他的订阅数也有1200多万这样子，就是比台湾的第一名，就跟台湾第一名差不多啦这样子。然后他是在做动画的，我就看他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哇，也是很早就是2014年。然后接下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经过一些时期会一个月出两三支、三四支影片，应该没有到四支，就三支是最多的。后来都是一个月出一支，一个月出一支，跟YouTube 在台湾发展的生态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们要靠着频繁的出片，最好的话就是日更，甚至日好多更，然后去洗那个演算法，然后那个订阅数就会冲高，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思维。然后在去年前年这几年呢 ，YouTube 是在强推 Shorts， 就想要变成短影音。我觉得现在好像也默默的把这件对，就是他的短影音的那个演算法也不会直接把你推到外面去，他可能发现我为什么要自掘坟墓呢？就是我好好的一个长频道，对长影片的平台，我推了短影音之后，其实是真的是自掘坟墓，因为你在那边培养了一群喜欢看短影音的观众，可是他们却不会看你的长影片。可是 YouTube 应该你的初衷还是要大家会持续的收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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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反正 YouTube 真的是一个蛮奇妙的地方啦。那不管是什么平台，或者说是什么产业，一定是有起有落的。然后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广播产业好了，虽然是大众媒体，可是它也已经持续了100年了。然后查理蒙格就有说过，之前呢他买了一家报业公司。大家都知道报纸是一个就 没什么未来的产业嘛，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呢？然后买了以后呢，他就发现对，我们每年赚的钱都在减少。所以有人就在问他说，那你怎么看就是你投资这家公司以及呢未来的这些展望这样子。查理蒙格就有说我是不知道那个为什么当电视出来了之后广播这个东西还会存在，所以我对未来我没什么好讲的，因为就是有太多太多我不理解的东西。所以当你在问我说网络会不会取代比如说报纸的资讯传递，或是网络会不会取代所有的大众媒体，他也只能说我不知道。对啊，所以当然现在我们在面对 AI 的时候也是啊，有人说 AI 就是下一个网络嘛，我们网络可以让我们变得这么这么普及，然后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容易看到或接触到更多的事情，那 AI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更多事情呢？有些很悲观的人就会觉得不行啊， AI 根本不可能啊，更悲观会觉得 AI 会杀我们啊，好恐怖哦。你们没有看过那些电影吗？对对对对，那当然也有乐观的啊，会觉得它就会像网络一样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便利。但广播会不会被取代掉呢？或者已经有的东西会不会被取代掉呢？也许会慢慢慢慢的触及会变得更小或更少，但是也说不定在这个时间轴的某一个转捩点，它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让它突然的爆红，譬如说黑胶。当然它的爆红不是那种全球说我们每个人也都要一台黑胶，可是它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出现，是也许可以预期的吧。那不就叫做我不知道吗？也会
些传言都不太重要，每次过程能判定我无可救药，这边的太通畅，这边的白通畅，这边的风吹来就随便随便太通畅。 Fall into your eyes, swimming in your lies, I can't feel the time, you know I can't deny, 你的美不应该自由当火爱，谁和买你的菜，我说我没资格成为圣人，就跟你一样敢爱也敢恨。No， 别傻了，我们都不纯真。But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好的，来到最后的灰蝶有一点，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又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刻啦。不知道你之后会不会去听迷先生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呢？为你送上他们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也是呢重新把他们的出道单曲拿出来，马戏团运动重新编曲的2024的 Circus 版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拜拜。还是都一样，没有太多人懂慌张，无助也尤其擅长。樱花的风光是年代留下的太阳，而眼前正在崩塌，左右手握拳唱得怪勇敢，你是我的居住，请记得你的幸福，是掠夺谁的无助，那谁的未来赌注，我勇敢只对待你所给的危险，你只能继续的和你自己和解。
幼稚的重量或许会压垮了肩膀，我们该更加坚强，所有手无寸铁的孤独，其实你并不孤独，请相信你的顽固是为了理想追逐，是你伟大的抱负。